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美国纽约时报最近采访了石正丽，我们都知道石正丽正处于风暴中心，他是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今天我们就分享一下纽约时报对石正丽的采访，他们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大概来梳理一下这篇文章的一些重点，然后大概了解一下目前武汉病毒所包括石正丽是怎么对病毒起源调查进行回应的。好，那我们就重点内容来了解一下。好的。病毒可能从实验室泄露的说法，长期以来被科学家们广泛认为是不太可能的，其他人则因为前总统特朗普与该说法的关联而对其有所排斥，但拜登政府的新审查以及著名科学家对增加透明度的呼吁使这一理论重新受到关注。科学家们普遍同意仍然没有直接证据支持实验室泄露理论，但现在更多人表示这一假设在没有进行彻底调查的情况下被过于仓促地驳回，并且他们指出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问题。一些科学家说石正丽在不够安全的实验室中对蝙蝠冠状病毒进行了高风险的实验，还有一些人希望报告做出更多澄清，理由是根据美国情报，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几名员工在疫情初期感染了新病毒。石正丽否认了这些指控，而且还在捍卫自己实验室的声誉，进而捍卫自己国家的声誉。这段话其实基本上在说目前这个病毒调查的一个现状，就是说美国总统启动了第二轮的病毒溯源。之前虽然有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结论，但是普遍认为是结论过于仓促，对吧？现在美国总统启动了第二轮调查，目前他是让他的情报机构来收集证据。虽然还没有进行调查，就是要回到中国调查嘛，虽然还没有启动这个实地的调查，但是科学界其实对这个问题越来越持一个支持态度。这里面提到了，就是之前科学家不太相信这个所谓的阴谋论，就是说这个病毒是从实验室泄露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在支持这一理论。他文章其实也给这些科学家辩护了，就是说当时是由特朗普在执政，对吧？他们觉得特朗普在利用这个来在制造和中国的这个冲突。但现在其实从科学角度来说，这个病毒起源问题应该是个科学问题，对吧？就是说它到底从哪来的，我们是需要去搞清楚的，否则的话下一轮也许会有更大的一个大流行病，对吧？所以这个是完全必要的。从科学角度来说，你要证明一个事情，你既要证实也要证伪。如果你要武汉病毒所他要说这个病毒不是从武汉病毒所跑出来的，泄露出来的，我们就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个命题就是就是实验室泄露论是个伪命题，就是说你必须要有证据证明它不是。同时你要科学问题来说，对这个科学问题来说，我们要证实的话也要有足够的证据，我们要说这个病毒是从实验室泄露的，同样要有证据，对不对？就是说你不能你要证既要证实，如果这个病毒不是从实验室泄露出来的，我们要有一个证据来证明它不是，就要足够的证据证明它不是。如果我们要证实它，也要有充足的证据来证明它是。但是目前这个问题现在变得比较复杂，因为它涉及了政治的因素，对吧？中美的这个对抗，包括中美互相甩锅说病毒是从对方来的，就掺杂了很多科学之外的一些因素。从石正丽包括武汉病毒所这个角度来说，他们肯定就是否认的嘛，对吧？好，我们来看下就是还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在大流行爆发之前，石正丽的实验室是否有任何新冠病毒的来源，然后为此石正丽的回答是明确的否定，但中国拒绝允许对他的实验室进行独立调查或共享其研究数据，使得石正丽的说法难以得到证实，并且只会加剧人们挥之不去的怀疑。即在一座拥有以研究蝙蝠冠状病毒而闻名的研究所的城市，这种流行病是如何爆发的？然而那些支持自然起源的人指出，武汉作为主要交通枢纽起到的作用，以及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就大流行病爆发之前，该市的市场正在出售许多能够携带危险病原体并将其传染给人类的动物物种。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要解决这个科学问题，我们首先要去调查。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其实武汉病毒所它要证明，从一般的情况来说，对吧？比如说有人诬陷你偷了东西，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说是，比如说有人诬陷你啊，你偷了一个别人的一个古董，然后藏在了你家里，你要证明你没有偷，你首先要做什么？你要持一个开放态度，你要让调查人员进入你家里来搜，对不对？对，这是第一步。但是你看，目前是中国拒绝了对他的实验室的一个独立调查。如果你真的是无辜的，你应该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对这个调查是持开放的态度，因为这是洗脱你这个罪名的，就污名的。如果是有人诬陷你的话，这是洗脱你污名的最好的方法，好时机，就是，对吧？就是你开放你的实验室，让他来调查，对不对？除非你有什么东西，你不想让别人看到，你才紧闭大门，不想让人进来，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石正丽的研究的方向，包括研究的内容，是引起科学家的一些怀疑。我们来看这一段，就是科学家研究传染病的方式。其中有一项是叫做功能获得，就是说在那个原来病毒的那个基础上，我增加一些比如说刺突蛋白，然后就能够让这个病毒更具有传染力或没有传染力。这种所谓就是修改这个病毒基因造成这个功能改变的方法叫做功能获得方法。其中石正丽就是对这个用了这个方法来进行研究，就是一些科学家在推动对功能获得实验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时，提及了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功能获得实验大体上旨在使病原体变得更强大，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行为和风险。好，许多病毒学家坚持认为，新冠病毒很可能在实验室外的环境中从动物传染给人类，但由于缺乏自然溢出的直接证据，更多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呼吁对实验室泄露理论进行全面调查。对实验室进行调查的支持者说，石正丽所在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可能已经从野外，例如蝙蝠洞穴收集了或感染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或者科学家们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制造了它。无论哪种方式，病毒都有可能感染工作人员从实验室泄露。这个就是外界之所以有这个实验室泄露论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说这个病毒发端于武汉，对吧？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然后恰好在武汉就有一个最高安全等级的一个实验室 P4 实验室，恰好在这个 P4 实验室就有一个叫石正丽的研究人员在研究这个冠状病毒，而恰好这个石正丽就发表了一些关于怎么修改这个病毒能够使它能够更具有传染力的一个这些研究。所以无数的巧合可能就是必然，对不对？对。所以就是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家不应该排除这个实验室泄露论的一个原因。起码你如果不是泄露的，你要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它不是，对吧？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之前就是世卫组织去中国调查的一些情况，然后这个文章里面也提到了。北京同意允许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团队访问中国，但限制了他们对信息的获取。当世界卫生组织团队在三月份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其结论被视为草率。就连世界卫生组织的负责人谭德赛也说，我认为这次评估还不够全面。上个月拜登总统命令情报机构调查起源问题，包括实验室泄露理论。周日在七国集团峰会上，世界上最富有的民主大国的领导人督促中国参与对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起源的新调查。拜登告诉记者，他和其他领导人讨论了获取中国实验室的信息。这就提到了第一轮那个世卫组织的一个调查，其实也出了一个报告，外界普遍对那个报告的结论就是说结论比较草率，然后没有其实中国当时并没有开放很多他的那个资源让这个卫生组织来调查。同时包括世卫组织谭德赛也说这次评估不够全面。其实这个世卫组织现在是在一个重大的压力下面，对吧？因为它是主要负责全球的这个卫生的卫生健康的，特别是流行病，它起着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而且它负有很大的责任。前几天我看到谭德赛说不是我们一直说是谭书记嘛，就是中国的一个书记在世卫组织，
当谭德赛说我认为这次评估不够全面的时候，国内就疯狂的炮轰谭书记。哦，是吗？对，有很多这样的新闻就是在骂那个谭书记。然后我们来看，就是石正丽其实之前他带那个探险队进入洞穴，对吧？然后从那个蝙蝠和鸟粪中收取样本，然后了解病毒是如何从动物传给人类的。2019年，他因在该领域的贡献入选了美国卫生学会。这其实就是石正丽处于这个焦点的原因，对吧？在中国有个武汉，在武汉有个武汉病毒所，在武汉病毒所有个石正丽，在石正丽刚好研究的就是冠状病毒，而这次大流行的病毒就是冠状病毒，对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武汉病毒所拥有大概300多名员工，是中国仅有的两家获得最高等级安全认证的实验室之一。石正丽所领，他在实验室就领导新发传染病的研究。多年来，他的团队收集了大量的蝙蝠样本，就是在云南那边。对，石正丽本人其实是没有入党的，就是很奇怪，这就是外界比较奇怪，就是为什么他武汉病毒所是一个就是事业单位，对，事业单位，一般的情况下你要在那里边处于一个领导岗位，一定是党员，对，一定是党员，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对吧？所以外界就认为这个很不寻常，为什么他不是党员？然后他那步步高升，他其实施正丽现年已经57岁了，也是个老大妈了，但是很可怜的是，他现在处于这个焦点当中。他2000年毕业于法国某所大学，然后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研究那个病毒是在2004年之后，2004年就是 SARS 之后，他开始研究这个蝙蝠冠状病毒。然后他就去那个云南的洞窟采集了很多这个冠状病毒的样本。近年来他开始对这个基因改造病毒做了很多研究。2017年，他和武汉实验室的同事发表了关于一项实验的论文。在实验中，他们通过混合和匹配几种现有的蝙蝠冠状病毒部分，创造出新的混合蝙蝠冠状病毒，研究他们在人体细胞中感染和复制的能力。所以这篇文章就是引起很大怀疑的地方。你看，他不但其实这个病毒这个东西，有人说是就基本上是两个理论嘛，一个是自然演化理论，就是说这个病毒是从自然界可能经过一些动物中间宿主的变化，然后跳到人类身上的，这是一个自然起源说。另外一个理论就是这个实验泄露说。自然起源说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原因是，一个适应了蝙蝠的体内的一个病毒，要能够一下子感染人类，它其实是需要一些很多时间去适应的。比如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经常就是有很多新的这个病毒变异毒株，对吧？是因为感染的人太多了，然后就一次次进化，每次都发生一些突变，对吧？然后就形成了新的品种。如果一个蝙蝠病毒蝙蝠的冠状病毒它适应了蝙蝠的那个体内环境，它要感染人类其实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如果感染的人类不够足够多的话，它其实是很难适应人类身体的，对不对？对。所以这个就是自然起源的不太可能的地方，当然这个需要足够的证据再去证明。然后施正丽之前其实做的这个研究是个很危险的研究，对不对？你本来就是把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病毒拿到了实验室，然后而且你还在修改这个病毒的基因，然后你修改的目的可能还是希望这个病毒在观察这个病毒的这个传染能力，你有可能降低它的传染能力，也有可能提高它的传染能力，对吧？然后再加上如果你实验室管理不善，你就很容易把这个病毒泄露出去，对吧？然后这个问题我们刚刚提到，现在变得比较复杂的原因就是美国的一个非盈利组织也涉及到了这个里边。我们来看，就是文章里提到，就是关于美国政府对他的工作的资助是否也支持了这些有争议的功能获得性研究的新问题，也使得情况变得复杂。该武汉研究所通过美国非盈利组织生态
健康联盟从美国政府获得了约60万美元的捐赠。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表示，他们并未批准该非营利机构进行将使冠状病毒更具传染性或致命性的功能获得性研究，所以现在就在扯皮。其实是这个非营利组织参与了资助，武汉病毒所，这个是毫无疑问的。然后现在那个卫生院，美国国家卫生院又在扯皮说我没有批准这个东西，所以这就造成了就是外界对他的质疑。如果美国本身要提出一个调查病毒起源的问题，他自己要应该是一个比较干净的状态。但是你看他现在，美国这起码这个所谓的非营利组织也牵扯进去在内。然后石正丽在他的采访当中是在辩称他的实验不同于功能性获得性研究，因为他的目的不是让病毒变得更危险，而是为了了解病毒如何进行跨物种传播的。但是这只是他的那个一面之词，因为他的发的文章其实在外边，大家读他的文章就知道他修改那个基因之后，他的病毒变得更容易传播，还是不具备传染性。我记得之前就是在病毒最猖獗，在中国最猖獗的时候，有人把这篇文章拿出来看，就是他好像就是很聪明的发现了这个病毒的一个开关，就是这个病那个开关打开之后，这个病毒就传染性很强，如果把那个病毒那个开关关掉，这个病毒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传染性。嗯，然后我们来接着看石正丽的一些蝙蝠病毒实验是在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进行的，这种实验室的安全性要低于该研究所的其他实验室，这就引发了关于是否有危险病原体外泄的质疑。对，这也是另外一个就是外界质疑的地方，就是说可能他们有证据吧，就是说石正丽的一些关于就是冠状病毒的这个研究，其实是不是在那个最高等级的 P4 里边进行的，而是在那个二级安全二级实验室进行的。嗯，你二级和四级就差别很大，而且你这么危险的这个病毒，所以就有可能是泄露了，就有这个泄露的风险嘛。是的，对吧？对。然后他还否认了最近的报道，即在报道首批新冠病例之前，他所在研究所的三名研究人员在2019年11月因类似流感的症状入院接受治疗，武汉病毒所没有发现上述情况。他写道，如果可能，您可否帮助提供这三人的姓名，以便我们核对。对，这是另外一个就是实验室起源的一个焦点，就是之前其实是那个叫是华尔街的那个披露，就是说是这个有三个那个他们实验室的人生病了，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在2019年11月的时候就生病，然后他们就可能怀疑这三个人将这个病毒带出了实验室。那华尔街的人怎么知道的呢？就他们肯定，美国情报机构可能会有一些。其实我们你记得吗，在那个病毒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个，特别是一个女生，就是他们实验室的一个好像是女研究员消失的问题，就是他们网站上原来有这个人，后来就把这个人无缘无故的给去除掉了。当时你忘了，我不记得那个人的名字了，就当时网友包括中国的网友就一个劲说是让他出来走两步，你还记得吗？对吧？对，所以现在这个并不是空穴来风。当然石正丽说，你如果有这三个人，你把三个人姓名，我估计美国人有这三个人的姓名。拜登不是给了那个情报机构3个月时间，90天让去出一个新报告。对，我们就看了那份报告了。现在还剩多少天了？现在应该还剩2个月吧。哇，所以他那个就是我们到时候看他是否能够提出一些很确凿的一个证据。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石正丽的研究跟那个云南的一些那个矿工有一些那个也被提出了质疑，我们来看。石正丽在2012年对云南省的一群患有严重呼吸道疾病的矿工的研究也引发了质疑。这些矿工曾工作过的洞穴，正石正丽团队后来发现近似 SARS-CoV-2 的蝙蝠病毒的地方。石正丽说，他的实验室没有在矿工样本中检测到类似 SARS 的蝙蝠冠状病毒。这个就是外界就是质疑他曾经
研究过在那个云南那个洞穴里边做那个矿工感染这个呼吸道疾病的这个情况，说他隐瞒了一些很重要的信息，说这个有可能，如果是这个是这个其实是给那个自然起源论提供了一些证据，就是说那些矿工可能在那个洞穴里面工作，然后无意中感染了那个比如说蝙蝠，接触了蝙蝠或者蝙蝠的粪啊什么的，对吧，可能都有携带病毒，然后传染到人身上，然后你看这个其实是在2012年的时候吧，对吧，时间蛮久的，经过这几年，这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自然起源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对吧，来跳到人类身上，对，然后石正丽对外界这个病毒调查，他说他认为将问题政治化耗尽了他对病毒起源调查的所有热情，他转而专注于新冠疫苗和新病毒的特征研究，他说随着时间推移他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我们坚信没有做错事，然后他说所以我们无所畏惧，这个怎么说呢，其实石正丽也蛮可怜的吧，我们如果从一个人性的角度来说，他从那个去年这个病毒起来应该没有睡过一天好觉，对吧，对，处于这个风暴的漩涡之中，然后再加上现在又开始重新提这个调查起源问题，对这个溯源的问题，所以但是我们还是要希望一个真相，因为毕竟这个病已经真的是影响了全世界的所有人， 对吧，而且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他们家人他们的亲人可能更痛苦，比石正丽更痛苦，是的，今天我们不是看到新闻美国的死亡人数整整60万啊，是60万还是60万，对吧，是个很大的数字，美国所有战争加起来可能都抵不上这个数字死亡人数，的好的，我们关于这个石正丽的这个采访这篇文章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观看，谢谢大家观看，拜拜拜拜。